火锅喽！烫到炸油炸油大炸鸡，鱼烫的那大鱼烫。我好像一刹那间就到了重庆的美食街啊！哎呀，我觉得今天应该唱黄豆的，我们来好开心，因为今天发型就很像个黄豆啊！对对对，各位觉得这么大的黄豆吗？我们刚刚看到了，如果他们表现得够完美的话，他们在待会儿的 PK 过程当中，每一段可以加三分，这三分属于谁啊？龙队、凤队。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上到了这个环节，真的算是棋逢对手。对，我建议龙凤两队各加三分。好的，接下来请两位来到我的身边，刘梅、小天哥。好了 ，Miss Mike 已经将两位的歌声分成了十段哈。对，我们每一边挑选三段与对手进行 PK， 三打两胜。首先是刘梅，十段当中觉得哪一段最靠谱？我觉得就是那一段炒菜的那一段不错。其实我觉得你每段都唱得特别好，所以随便哪一段都 OK。第几段？随便挑。第四段吧。好，第四段，我们听听看。第四段。第十段，朝天门。Oh my baby， 哎呀你！哇，还加那么多水。哎，真的 ，Michael， 我跟你说，是用重庆话说英文呢。Oh my baby， 哎呦！是啊，那肯定要加分的。要加分的吗 ？Miss Michael， 我们看一下分数是四分。加上三分是七分哈，小天，小天哥，十段当中挑哪一段？哪一段？第二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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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我们听听看。大家大笑哈，那三本没飞。真的很花骨戏啊！分数是小天哥。第一局小天获胜，接下来刘梅。哪一段？后面的，这样吧，我们随便选一段。其实我觉得真的都 OK。倒数第二段，这是第八段，好，我们听听看。第八段，第九段，倒数第二段，来。谁把你当人的你？加油加油打打起！加油加油打打起！加油加油打打起！哇，重庆妹子都这么辣吗？对呀，可以，来。好的，四分。好的 ，Mr. Mike， 分数是八分。八分。加三分，十一分。十一分，小天。第五段，第五段，好，我们听听看。好啦，你有啦，你有活该的，你要活该，你要活该。你要怎么样？你有该喽，这是哪一句啊，小天哥？